学校要考试，所以我们这礼拜都放假。然后我今天没有考试，所以就可以到 Bluff 的这个步道来走一走。那些步道啊，其实都设计得很好，都已经有小碎石之路帮你把它铺好，而且都是免费的。虽然纽西兰的生态保育做得很好，但是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害虫啊，像老鼠还有果子狸，刺猬应该也算吧。